这晚上被他们吵死了。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星球的，但是我和师母还是想为爱努力再搏一搏。没错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提出解决方案。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吧。 你们就没点靠谱的法子吗？你有啊？我有。你说。我不敢说。饶你不死。我想要星星。你啊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我想要用你做实验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你不是人。你还骂我？我没有骂你，我怀疑你是人类和天庭星人生的混血儿。啊？ 事情吧，要从第五集开始说起。那天吧，我帮你擦完脸，洗完抹布之后，我的锅就出现了异样的反应。嗯，哪个天庭星男人能抗得住人类妹子的追求啊？根本做不到啊！我之前做过很多研究，用过人类的头发，包括师母的。哦，啥？也用过天庭星人的。 包括我和天琪的，无论是人类还是天庭星人，天国都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反应。后来我就把王小灶他们叫来了。小军、王小灶，你们俩变态啊！研究结果显示，星星绝不是普通的人类，他的身体里除了人类的基因，还有我们天庭星人的基因。难怪奶奶要拼命保护星星。 但是爷爷一定要把它赶出村子。看来星星身上藏着我们天庭星的一个大秘密。哦，所以你才要一直研究星星，因为它有可能是半地球人和半天庭星人。嗯，你的意思是，天庭星人想要获得人类的体质，我是最好的中介。你之前不让我吃那些加工食品，也是为了让我顺利排出体内的杂质。 但是你之前做的实验用了指甲、头发都不行，等会儿捋捋。所以说我是一个混血儿。哎，不对啊，那如果我要是混血儿的话，那我跟天琪怎么不可以那个？可能是因为你体内有人类的基因吧。那如果我能找到我爸妈，不就知道我是怎么生下来的了吗？ 我说大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那个？哎呀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如果我的爸妈能够生下我，那他们一定是解开了天庭星人和人类基因的秘密。如果能找到我爸妈，说不定你们就能留在地球了。星星，你干嘛？把血给小军做研究，万一成功了呢？直接用针抽血不好吗？你这样多疼啊！我等不及了。 这样，我们后面分头行动。你和师母回去做研究，我和天琪想办法找到我爸妈。据报道，近期又有数万名华服爱好者消失。有航天专家透露，曾监测到大量 UFO 出没，猜测此次事件或与外星人有关。你们最近怎么总是睡不醒的样子？可能是用脑过度吧。 时间越来越少了，研究没什么进展。我问了很多天庭星人，他们都不知道星星的存在。我问了异能屏蔽器的卖家，也一直没有收到回复。嗯，我们的目标是留在地球。我们的精神是永不放弃，加油加油，我最棒！加油加油，我最强！ 神秘人回复我了，啊！按道理说，我是半天庭星人，半人类血统，蓝色和红色会合成紫色。 可我的血为什么还是红色的？啊！果然人类的基因更强大。这都被挖完了，还怎么找啊？完了，稳住，我们别急。对，分头打听打听。走吧。
哥，问你点事儿呗。你的上诊执照是派西的呀？啊，对，回头你也能上电视。那你的相继呢？是不是？这。那个大哥，您对这个楼盘熟悉吗？咋不了解呢？这楼都是我盖的呀。那您当时打地基的时候，有没有挖出一些什么东西？哎，这能上电视啊？嗯。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。行。我叫柳西珠，今年25，我媳妇儿叫郭彩玲，今年26。媳妇儿，我老想你了，媳妇儿，咱爸怎么样啊？大哥，那个，咱们有没有挖出什么宝贝？哎，别说，还真有。嗯，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我一个人在工地巡逻，看见地上突然冒出五颜六色的金光，我摸过去一瞅，一翘哈气，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挖出那么大一个盒子，盒子上冒着金光。结果打开一看呢，就是一个破本儿。哎，什么本儿？上面写着什么天听秘闻。我觉悟高，二话没说我就上交了。交哪儿了？交给我的老板了。哎，现在还在那边收录处压着呢。行，这就拍完了。这边看看行吗？这边小。听说了吗？听说了吗？他们这里有个大盒子，盒子里面有……这么容易就找到了？啊！大家不用在意我们，过一会儿就把我们都忘了。提提，是。怎么回事？失灵了。哦，是不是这个？啊，忘了，我带着屏蔽器呢。哎呀，你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那我俩把他带出去。走走。没事没事，大家别急啊，这次准能行。天晴是。哎，你手疼吗？是不是到旁边休息一会儿？你等等。怎么回事？再来一次。影都没了。可能是。你们俩不是来买房的吧？是不是隔壁楼盘过来捣乱的？妈妈，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遗物，我要带走它。终于等到你了，您就是这个本子的有缘人。回去再看，回去再看。好。胜利就在眼前，好激动，好激动！那我打开喽。给我心爱的女儿，给我的，给我的。下一页。怎么都是空的呀？如果你捡到了这个本子，请妥善保管。有一天我的女儿会来找到她，请把这个本子交给她。 PS， 不许扔，不许私吞，不许弄坏哦，否则画个圈圈诅咒你。我爸妈怎么比我还不靠谱啊？哎 baby， 我觉得买房子还是要买市中心，最好一出门就有便利店，这样吃东西方便。哎，不要了，市中心的房子太吵了。我觉得买房子还是要贷款哦。不要，超不划算的。那我喜欢新冷淡风的装修嘛。我也不要，我喜欢中国风的装修。还能不能过了啦？你们两个好机车哦，又买不起，做个梦都要吵架。闭嘴了啦。